第二个女的开始问了，学卡的金刚狐女接着问道：“大师，请您垂听，请问像我这样的性情拙劣、无法精进修持的女子，就说我这性情拙劣，我性格不好啊，无法精进修持，我没办法精进修持，我经常散漫啊。请问这样的女子呢，赐予虽然怠惰，就是虽然懒惰，就太懒了，就是怠惰。”但仍能觉醒正悟的教养，就是我这么懒的女的怎么修行啊？就太懒了，我实在改不了啊，请你教教我怎么修。上师便传授他以下教言啊。莲花生大师说了，说要雪咖女谛听，就说你认真听我下面的说法啊。法性的自性原本即在你的心中，空性原本就在你的心中，因此是可以怠惰的，你可以懒的。哎呀，这个不错，是吧？这一下就心里是吧？说空性就在你心中，你来也在，不来也在。所以你不要因为你说是你懈怠，这句话其实很重要是。是为什么会这个叫言呢？因为有些人以为精进就可以证悟空性，怕你修太过了，过激了，是吧？就是人家直接告诉你说可以懈怠的，可以懒的。但是你呢，你要了知空性啊，不要被这句话高兴，每天回家又睡觉去了，是吧？看下面啊，法性真实自性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空性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呢？它是本然即在、无拘无束的明澈觉性，不需要往他处去寻觅。当然，这个大家听多了，经常会这样听这种啊，是本然即在啊，无拘无束的清澈觉性啊，不需要往他处寻觅，说是空性就在心中，你心在哪里？经常说佛在心中，你连心在哪里也不知道，你不是心在一切处吗？那佛又在一切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经常说佛在心中，佛在里边，里边跟外边是哪里呀？因为佛说没有内外啊，是吧？那你到底把佛藏在哪里了？还是留在哪里了？等于是你没佛，知道吧？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不需要往他处去寻觅。当然，这个我必须知道，说无拘无束是一个觉性。知道吧？你的觉性清澈的无拘无束的觉性，所以它不需要空性，不需要往其他地方寻觅啊，寻佛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寻觅。当你了悟这个平等性是本质即有，平等性，平等性就是说，不管你是佛还是众生，你是个懈怠的女孩子，还是个懒惰的女孩子，还是个精进的女孩子，空性平等都在那啊，是本质即有，永无止息，它就在那，永无止息。就可以懒惰，当你明白这一点就可以懒惰啊，不明白了赶紧听啊，不能懒惰，因为既可以懒惰可以代替怠惰，你可以。由于每一种感知的显现都是此心觉知自性的表现，每一种感知你觉得你懒惰，知道吧，都是此心觉知自性的表现，都是空性，没有空性你站在啥也不知道，我告诉你空性在作用而已，因为我们本质具有的只有空性，没别的。诸位，就是说内外这个虚空，包括外法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六根根尘啊，佛有空尘，只有一个空性永恒存在。所以不管你是意识层面眼耳鼻舌，意识层面的动海身体的感知，你的觉受，包括你的疼，包括你的痒，包括你意识层面的紧张，还是懈怠懒惰，你是散乱的什么，都是空性在作用，因为不可能有其他东西在这作用，因为你本来只有一个空性是真实不虚的，其他的都假的，所以空性在那儿幻化妙用，只有空性在作用啊，都是空性的显现。所以当一个人最后修行离一切相的时候，空性无处不在，才有这种说法。而且一切法都是空性啊，就是离一切法即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这就是空性的教诲啊。由于每一种感知的显现，就说疼也是空性的作用啊，只是因缘具足你就疼，因缘缘聚则疼，缘散则灭。看你什么缘聚足疼了，我说神经系统紧张了或者什么，因缘聚足你就疼，因缘散了就不疼，就是这样啊，它都是无常的哦。因为每种感知的显现都是此心觉知自性的表现，不论有什么念头来去，它都有法性的自性升起，每一个念头你乱想也是空性在作用啊，它都有法性的自性升起，又消融回法性的自性，它一定又回到空性里，它不会回到其他的，就像冒水泡，水泡又会回到大海一样啊，水里边一样。因此初始觉性是永无止息的，
觉性是永无止息的，所以念头是永无止息的，乱冒是永无止息的，轮回是永无止息的，虚空也是永无止息的，世界是永无止息的，教主执着是永无止息的，觉醒也是永无止息的，都在空性作用，妙用啊！你执着那一念就又迷了， 你觉醒就有觉醒，永无止息啊！因为你就是空性，所以不生不灭，永无止息啊！所以从来没有什么东西生灭过，永无止息的运作，所以不用担心六道会消失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可能某个星球会消失，但是世界不会消失，时空不会消失，空性不会消失，空性是永恒的，没有时间跟空间。这个要了悟的自信，不是要去修持或成就某个东西。你了悟自信，听这句啊，这个要了悟的自信，不是要去修持或成就的某个东西。修持是你修行或成就，只是让它显露出来，不是你通过修持或成就把它证出来，不是这样的啊。空性现在也在这儿，虽然我咳嗽，我可以把咳嗽治好，但是并不是说我这样子，就是它也是空性的显现。我不是否定咳嗽不是空性，我病，病也是空性的作用，有因就有果。你着风寒了，你感冒了，你就咳嗽是吧？你可以把它治好，缘生缘聚缘散缘灭，但是每个缘有必经空，所以空性只有永恒的空性在这，没有病跟健康这回事，在空性里面。这是一个觉醒者应该秉持的态度，只有这样你才能了知病跟健康都是虚妄的道理，才能了知时间空间，才能突破维度跟时空。并不是说我们坐在这，佛陀是坐在，哎呀，你不要你吃药，你病了，你那是空性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是秉持这个观点的人，可以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可以从时空中解脱出来，解脱轮回，可以让时间跟空间在你面前显现虚妄，这是个观点。但是当你回到红尘中，在修正的过程中，这个缘起缘，既然缘聚缘散，这个缘虽然它是假象，但现在这个假象在困扰你，是吧？虽然这个缘聚缘散，既然它是个缘的药，也是个助缘，为什么不吃药？是吧？你可以吃药，你可以锻炼，你可以运动，是吧？我说你唱歌跳舞都是助缘，为什么不用啊？哪个工具好用，哪个工具治自己啊？把它换境转了嘛，是吧？当然你证悟空性，安住在空性的时候，空性自然会显现一切东西，空性自然运作，不是你靠你的头脑在意识里边做一起心动念能够指挥了空性的，空性一直在自然运作，空性一直在运作。你看东西听东西，包括你现在听闻见闻觉知，你都在运用空性啊。只是空性在眼睛越见，在鼻越闻，在嘴越尝，在耳越听，在身体越体验，就空性在哪儿，你只是提个假名，为这为那，为这为那，空性一直在那里，不是你靠你刻意的修持能够证悟出来的，是吧？每一种感知的显现都是由此心觉知自性的表现，不论有什么念头来去，它是由法性的空性升起，又消融回法性的自性，因此初始觉性是永无止息的。这个念了啊，这个要了悟的自性，不是要去修持或成就的某个东西，就是说空性不是要去修持或成就的某个东西，所以是可以代请的，可以懒惰的啊。再提为什么要可以懒惰，为什么这个观点，为什么他会一再说，因为这个女子她在问问题的时候，她说她是懒惰的，她觉得这个是让她不能成道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环节，就是我太懒了，我不够精进，所以我不能成道。那莲花生大师就要破她这个观点，你知道，你的不能成道并不是因为你懒惰导致的，并不是懒惰本身不能导致你不能成道啊，因为空性就在那儿。你看再提啊，这个要了悟的自信，不是要去修持或成就的东西，你不知道你的空性，它不是靠你精进拼力的要成就或者修持，你通过精进修持或者要成就，因为我们说努力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努力的种地可以种出橘子来，我们努力的去种地可以种出草莓来，它不是要你能够成就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通过努力来成就，所以是可以代勤的，你懒惰也可以，懒惰跟精进这是两个状态，是问题你能够了了分明，空性就了知空性，空性就在那儿，知道你懒惰，知道你精进啊。在法性的如是自性中，完全无可修持也无可成就，空性是没有成就的，因为你本来就是，就像现在你本来是个女人，你通过努力变成个女人吗？
因为是你本来就有的嘛。你现在说有个人说你努力努力你就可以变成个女人啊，真女人，你说我就是个真女人是吧，我努力努力我不知道变成啥了是吧，如果在我在女人身上还要再努力变成个女人的话，那你不是头上安头吗？在法性的如是自性中完全无可羞耻也无可成就，因为你本来就是啊，空性就在你那，从一开始你就自然拥有它，它都在，不论什么样的作为或努力都会使你受到野心之神的捆绑与束缚，明白了吗？你想求证无上正等正觉，你想成佛，不论什么样的修为作为，不论什么样的作为或努力，你觉得你付出了，你觉得你修正了，你觉得你持戒了，你觉得你努力过了，你觉得你失去了，你为了佛法你付出了很多，都会使你受到野心之神的捆绑和束缚，都是野心，野心勃勃的，你想成佛，你这是错误的见地导致的啊！因为你觉得你可以忍耐戒律的束缚，你可以持戒，你可以对自己狠，你可以离体戒，你可以做所有的事，不论什么样的作为或努力，都会让你成为野心之神的捆，都会被野心的绳子捆绑住，都是因为你不了解真相，不了解空性是什么，它是自然拥有的。你想变，你这个空性自然运的，就像你现在三八节，你是个女人，你通过我现在就是让你说，你通过努力继续持戒，是离奇去夺棍，然后变做一个女人，你说这不扯吗？是吧？我已经是个女人了，我干嘛要努力变成个女人？是吧？如果我说你是个女人，但是你现在这样子像个男人，就不太明显。你能不能通过一些修辞啊，修饰一些蝙蝠，因为可能是什么？能不能让你这个女人更明显些，女相更明显？哎，这个可以啊，但我不能说你通过努力再让你变出一个女人来，是吧？或者成就成为一个女人等等啊，所以空性不是通过努力这样，这个应该大家能理解啊。不论什么样的作为或努力，都会使你受到野心之神的捆绑与束缚，并没有其他需要经由努力奋斗而达成的目标，空性不是个目标。并没有其他需要经由努力奋斗而达成的目标，这个世界的人对名利情的追求都是努力奋斗要达成的目标，空性恰恰不是。你要爱人世间追求名利情那样去奋斗去证入空去，要是获得一个空性的话，你就走，你会累死的，知道吧？累死也看不见空性，知道吧？你只能看见你的野心和欲望，知道吧？看见你无休无止的习气，比如这位公主看见她懒惰，让你的平等心无所缘地，在法性的正悟境界中放松安住，又是一句放松安住了知，只有这段放松安住了知。不管在任何时候，你是懈怠的还是你是精进的，你对自己有任何评价，你是善的恶的，你是十恶不赦还是你是个善良的人，或者你是脆弱的还是你是懦弱，你是紧张的，放松安住，你对所有的评价都跟空性毫无关系，那是你人力的认知，至于它是对的错的不知道，空性不管这一点，空性真实的呈现在，只是你用空性乱想而已，用空性乱定义而已，空性一直在这里啊，你只需要放松安住，知道吧？就 OK 了，了知这一点，放松安住才能了知，记住还有一点，放松安住才能了知啊，不是大家在那乱想就能了知空性的啊，所以这就叫修行，放松安住就叫修行，因为你放不松安不住，所以叫修行，起了个名字叫修行，你要能放松安住没有修行这回事啊，空性就在那里怎么会有修行这回事，让你的平等心无所缘的在法性的正悟境界中放松安住，能听懂这句吧？平等心，空性是无处不在的，你的心万法平等，好，既然万法平等，你有什么安不住的呢？女生女性男性万法苹果橘子物质的波动的地水火风，所以万法平等，好，无所缘的，知道吧？不要攀缘，不要依止，你依止啥来安住啊？这个橘子是依靠这个桌子才平等的放在这个桌子上，它要依靠个桌子来放在这么高，否则它就掉地上，还得依止大地嘛。所有的万物它要成就，它要依止一个东西，我们要依止佛陀的智慧，但佛陀的智慧是什么？就是你就是空性，这个界定你就可以依止了，你不需要再依止说我要依止个佛陀的智慧来努力的学好了，我去修行，我去弘法，
不是这样的啊。当你的平等无所缘的，就是不，这就是我刚才教育，就是告诉你的，只有佛是很独立的，空性是不依止任何东西，完全独立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平时说一个女人独立啊，自尊自立自强，她要依靠。你看我们经常微博上刷微信，说女人要独立，所以要很有钱，首先要自己赚了很多钱，首先要自己在感情上要独立，不依赖男人或者是什么，还要自己要什么，我要豪宅名车是什么？反正他是有意志的，他首先他要好像金钱自由。我看微信上，你有钱了你就可以独立。你看这个这儿说的无所缘的，在法性的正悟境界中放松，给不要意志，空性是没有意志的，连一粒微尘他也不意志，那才是完全的独立。你钱会花完怎么办呢？啊，是吧？安住你说意志丈夫，丈夫会离情去，丈夫会移情别恋的。一直黏你的美貌，你美貌会老的，一直金钱可能会花完的，甚至就算花不完又能带给你什么呢？等等。所以说一直任何东西都不叫真正的独立，你是有一直，你心里潜伏着恐惧，所以你才要一直，就说你没有力量，那是你还没有站起来，就是你不空，你一直法相，一直法相我执就在嘛，因为有个我就在那恐惧嘛，我要一直个什么站起来，是吧？所以刚开始皈依一直佛陀，一直佛法僧三宝，一直戒律，一直等等，只不过是个方便法。刚开始你有个假我，这个假我站不起来，这个假我时时牵引你在轮转之中让你迷惑，所以有个一直。但你的本性上是你没有办法一直任何东西，因为万法都虚妄，你靠什么？靠不住。不是他不让你靠，是你靠不住啊，他在刹那刹那生灭啊，包括自己这个六根也在刹那刹那生命啊，你靠它，靠它很快就死了老了，是吧？你想永恒达不到的，你的心想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永恒的归宿你找不到的，你藏在你肚子里，这个肚子这个身体也会生老病死会死啊，你那个心往哪放啊？你那份情往哪搁啊？告诉我，有情众生嘛，心跟心就是情嘛，往哪放啊？你放在肚子里放在外边都不行。放松安住，先放松安住，正悟空性，你就找到归宿了啊！就是这样。你看，莲花生大师从前边答疑心错家的，还有这个虎，这个女孩子的，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女，基本上他有两个重要的突破，就是说，第一是对空性的不断的阐述，另外呢就是了知放松安住，了知放松安住，就这两点，没有其他啊。了悟此一自性之后，如果你能够带情带惰，带惰不是带情。了悟此一自性，如果你还比较懒惰，那本身就是佛的觉醒境界。你知道了这个，了悟了空性了，你还很懒惰，那你这个懒惰就是觉醒的境界。说的好多好啊，那本身就是佛的觉醒境界。这下大家说我开悟了，就可以躺在那儿不动了啊？不动不行的，哎，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啊！你这个到时候没成就以前，你这个胳膊腿老不动老不动会僵化的啊。那本身就是佛的觉醒境界，你对于再次投身于轮回之中便不再怀有恐惧。虽然报身没成就，但是一旦觉醒了，就算轮回怕啥呢？不幻境吗？是吧？就不再有恐惧啊。尽管如此，又开始说我们女的了啊。像你这样的女子既放不下又不能什么都不做，你们总是精心策划些不必要的活动，对于真正需要的佛法修持却又连片刻都不思维。当你要开始向内看看心性的时候，去即使看着片刻都没有办法，即使看着片刻都没有办法。而对于不必要的面容装扮打扮这回事啊，即使而对于不必要的面容装扮却反而是毫不厌烦的一再盯查，照镜子啊，三个小时化妆，哎呀，我有个痘痘，哎呀，我鼻子上有个黑头啊，局长，这是莲花生大师。你看那个时候就知道，这是对于不必要的面容装扮，反而是毫不厌烦的一再盯查。你们不在禅修上获得实力，却反而注重毫无目的的闲聊，犹如从老牛口中不断流下来的口水。一直莲花生大师比释迦牟尼还厉害，释迦牟尼吧经常说恒河沙恒河沙，这莲花生大师在因为西藏也就是牛嘛比较多，
说我们八卦的就像老牛口水不断流下来的口水，哎呀以后少八卦了却反而是毫不厌烦的一再写我们打扮，你看说我们打扮，说我们盯内心向内看看查看的时候不是反复的盯一会儿就不盯了啊，说看打扮脸的时候嘛一再盯查反复的查我这个痘痘，就说这个黑痣一个黑头也要挤了，你星星上那点黑头怎么不挤了呢，是吧，从来不好好看啊。你们不在财修上获得实力，不在财修上获得正悟才罢休，财修上你没有获得觉照力自力定力你就说是修行了，你还没获得任何力量，不在财修上获得实力啊，就说你没获得正悟的力量，你就做了三分钟然后就觉得已经去照镜子去了，却反而做着毫无目的的闲聊，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八卦，有如从老牛口中不断流下来的口水呀、啊、这个比喻了啊，我尚未看见有人能成功教导这样的女子。莲花生真是太厉害了，直接就告诉我们没门儿。如果这样的话没门儿，是我尚未看见，说这么多佛法这么多年了几千年，我还尚未看见有人能成功的教导这样的女子。如果你想要坚持不懈，就要更进一步的修行佛法。